金丹之道，炼己为先。好汉怎么看？本气澄清，物内换重新。阴阳生五行，五行孕育阳，但内敛承担，外五行运一性。
好好，有这两根呆毛，你愈发像那猴子了。只是莫学他以强撒泼就行。那猴子宝贝多着嘞，老朱再四处探探。